佛光，也所有的白金家人以及我们所有的这个长水众的念头，秉持着所有的祖先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以及所有的土地土地老神以及所有的树神三苗三驾苗驾之神所有的完全都交托了，我们最后完全交托阿爸父，将今日最圆满的法会跟晚课都能够荣耀交托回归西方极乐世界，圆满法会晚课，阿弥陀佛。